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四。今天这一集李四五四三呢，蛮特别的，不骑车，然后也不嘴关于骑公路车的事情，完全跟骑车没有关系。今天呢，要来吃东西，俗称的吃播。那其实啊，大家都知道，李四的频道非常的渺小，而且还是经营所谓的公路车、自行车的频道。但是呢，虽然我们很小众，也在各位的支持与爱护之下。也来到一万订阅的大关，那渐渐的就会认识一位女性，叫做叶佩文。对，叶佩文。那其实还蛮多人透过 IG 跟粉专私讯李四，想找李四合作一下，但是大部分我都拒绝了，因为第一个，我做这个频道本来就是好玩，所以今天你要跟我合作，基本上你的东西我要非常的有兴趣，我要觉得很好玩，才会想要合作。那今天会有这个吃播的机会呢？其实啊，这个老板在私讯我，找我做这样子的合作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有点犹豫，但是关键，这个老板呢，他有在骑车，也就是我们的车友，所以聊到车呢，又滔滔不绝，又觉得很契合，聊起来蛮爽的，所以呢，我就去他公司看了一下，哇靠，他们的公司呢，基本上都是在卖辣的东西，那刚好李四其实对辣呢，有一点点那么的喜欢。对，我吃东西几乎都会加辣。那么这位老板，这位车友就提出，不然你是来我们公司做一个简单的试吃活动。那等一下呢，就要到他们的公司来进行拍摄以及试吃。那么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 ，Go。是印上去的，对。他应该是用贴的。用贴的。对。在这边，好，谢谢。你好，先开始拍。哎，你老板呢？早安，我老板在里面啊，怎么了？哎，打给他，他没接。早安，早安，早安，对，好，这边。这个。对啊，你今天那就是他的意思。早安。哟，安安，安安，这早在忙。哎呦，是怎样？真的蛮屌的。我在帮你准备你的餐啊，你要一起来用。对，这个真的超好吃。对啊，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车友就是范爷。范爷的眼镜不错看啊，蛮气质的哦。现在我们先加热，等一下试试的产品，都是那种很适合过年啊，大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下酒菜啊，还是刮掉的时候吃。范爷，你说你车龄多少？多久？快一年。像有听说范爷要跟我们踢出去的吉米呢，在二月要骑什么？东双塔。东双塔我还不敢报，真的，我连西双塔都没有骑过，超没胆。被管去拍这个废片啊，这个早餐都没吃，只喝水跟热美式。真的吗？好喽，现在准备就要开始喽，摆盘，摆盘中，来看一下有什么好料诶。给我们四风来，请他吃。听说都是辣的。鲍鱼。我这个枪蟹。还有一只。哇。超香的啦。好啦，那接下来就准备开始吧。好，今天我们四辣者啊，邀请我们的四风李四来我们四辣者这边品尝我们四辣者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现在几公斤？63左右。我们的关系要跟大家讲一下。OK 啊，有听说我们的范爷啊，他本身有在骑公路车。小范。哦，小范，他刚好他的车友呢，有一位叫吉米的，也是我们 T2C 的队员，所以就是这样因缘机会的这样牵线，然后私讯我呢，希望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吃播，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又有在骑车，然后又有这个缘分可以一起合作，那也。希望可以推广一下他们家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辣味的。那我本身也蛮喜欢吃辣的，所以我也很期待等一下每个品项吃起来，他们应该都是有精挑细选过，大部分都是海鲜类啦，然后还有鸡爪，都是比较下酒的东西。我今天特别推像这个香肠，那这个香肠啊，就是未来你在骑车的时候，你可以背在后面当补给。最好是。OK， 我觉得我们先吃香肠好了，刚才都在讲香肠嘛，直接这样夹着吃吗？可以啊，来，来哦，嗯。
么样？也特别，里面有那种好像花椒啊，就大家有去吃过麻辣锅嘛，那种麻辣锅是里面都有一些花椒什么，就是那种味道，然后浓缩到那个香肠里面，蛮特别的。就是麻辣锅是不是喝一口汤都有一个后劲的麻麻的味道会上来？感觉台湾人过年就是要吃香肠。对，我觉得它配那个辣粉。你说香肠配这个辣粉吗？对，好。好，来，你来试看。听说他们这个辣粉是什么中药行做的？对，顺发中药，它是纯中药。中药行做辣椒，它的辣我觉得是那种吃完会停不下来的辣，就有些辣，它吃一口可能就会停，喝水，你看就不用喝。我跟你讲，那天我看你的那个限动，你有开那个呛蟹嘛，对不对？对，这个很屌。一定要让你试看看。对，就听说它的汤汁可以拌凉面吃，厉害，真的。这个东西超特别，它是生的哦，吃起来完全不会有恶心 view 的感觉，都不会。然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吃螃蟹讨厌，对不对？要剥壳啊，有的没的。但是这个很简单，直接漱出来，就这样，牙齿咬一咬，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它处理的蛮 OK， 蛮到位的。这个真的蛮爽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蛮爽的，我很喜欢吃这个。我昨天吃八个限动，真的很多朋友在问，真的。你那天有吃到他的蟹膏吗？有，他有一个就是很像膏状，对不对？对。好，我们下一道我们就来吃新民苑的鲍鱼，好不好 ？OK， 这个鲍鱼它是熟的，对，新民苑的鲍鱼。哦，那这一款鲍鱼它叫做藤椒鲍鱼，品鲍。试看看，这很刷嘴，它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那种很适合配酒，或是配点零食这样。然后换凤螺。凤螺是不是要用一个叉子啊？对，哦，哎呦，有吗？很屌哎，是不是？很可以，这个可以，超香啊！哇，好大一颗！哦，这个好香哦，这蛮入味的。今天这种都是这个是下酒菜系列的哟。常常看到车友们在分享，就是如果有女车友出现的话，大家的表现的状态都比较不一样。女车友，对，通常女车友出现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倾向？我的习惯呢，我基本上我会先跟这个女车友沟通，就是说，我还是老实跟她讲，今天我是练车，我不是骑车，懂吗？今天我要练车，我不是跟你来骑车的。我不会因为你来骑降低所有的强度，或是改变我想做的事情。我应该讲终点在哪里、哦、然后跟他讲那个手机记得充好电。那这样子，这个女车友还愿意来、那就 OK、但是如果今天我是真的要休闲骑，但是我的休闲骑可能也不会说那种什么半小时、一小时就停，就我可能会轻松的骑个一个小时半。你还在有基本的稳定的一个基础。那今天你吃个凤爪给大家看好不好？好，来自己夹自己夹自己夹，不要客气，我们就边吃好不好？感觉啦，台湾人啊，过年。桌上都会摆这种类似这种东西，凤爪啦、凤螺啦、香肠啊、倒瓜啊，对不对？你说这凤爪哪里来的？这个凤爪是我们有一间餐厅叫做巨川阁，这个老板一定要特别说一下，他有一个职人的一个心态。他凌晨两点就开始出来开他的卤锅，餐厅的工匠精神超浓郁。哎，等一下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哎呦 ，detail 哦，真的哎，鸡的美甲师，你边吃哈，那我来帮你剥虾。我懒到就是我平常不吃虾的，那假的，但是有人剥我就吃。我这个虾是怎样？有什么来头？那可以退冰后就可以直接吃。哦，是哦，对，不用煮，就是很适合现在人哎吼，对啊，真的，而且很甜哎。我们每一个产品，它的保存期限大概都很短，对，因为我们都要有一些要求，我们希望给新鲜到最新鲜的。我觉得这个辣是反而是把味蕾打开的辣，这个叫什么？阿加西，阿加西紫飞机咖啡，蛮适合我们像是去露营啊，或者是去外面。好，可以自己带的，直接这样打开。对，没就是，对，我们直接把水加进去里面就可以了。倒热水吗？对，倒热水。它这样就可以摆在桌上。我说它的底那么稳，对啊，很酷哎，差不多啊。然后这个是吸管还是？它那个是倒出来的。哦，就把它盖起来，再把它拉起来夹起来，然后到时候我们把这个直接转开就可以了，就这样。啊，不用摇，不用，我们就这样给它泡，自然的浸泡就可以，自然的浸泡就 OK 哦。那我们把咖啡就先摆在旁边喽，重头戏搞一下这个。哇，这让我想到那个选手之夜的感觉，赛前一天的晚餐几乎都是这种，面条很多，要么饭很多，就碳水化合物很多了，所以要储存肝糖才能迎接长距离的赛事。好，我要上了，来淋，听说这样淋很好吃，我看过那个老板的影片，我、看到我在镜头前都。冻没掉，所以这个呛蟹这样子有螃蟹可以吃，然后如果你搭配凉面啊，哇，这样子很爽的感觉，太棒了！哎，这个夏天吃我觉得应该蛮过瘾的哦。
可以诶，肯，这个真的很可以诶，味道很棒。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死咸啊，它调味应该是蛮用心的，不错，可以，可以哦。嗯，那个蜡烛轮啊，我今天帮你做的比较不一样，就是我有配那个顺发辣椒粉，你要不要试看看？当然要，一定要让你试一下。嗯，它会更香。这蜡烛人本来就很够味，又加这个提，哇，厉害了！当初的是无聊，我本来想买来送，就是拿来送客户、送朋友而已啊。自己开一包之后，哇，第一天就吃了半包。它真的很适合在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拿来送。对啊，这咖啡应该也是有一些什么口味，还是说这个是瓜地马拉花神中培？我跟你分享一个，它有一种做法，就是你买那个牛奶，嗯、直接打开，然后直接倒，然后冰到冰箱，就是、不用热，不用热，然后直接丢到冰箱里面，放到隔天。哦，直接冷泡，超方便，而且它携带超方便。如果出去运动或是露营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露营的应该蛮喜欢的。野餐嘛，野餐的时候，爬山露营，对啊，很好用。第二是什么？这个呢叫做 Top Dry 四川麻辣肉条，又是一个过年 style 的东西啊，高级的呢。对啊，有带套的，可以，安全，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对，安全问题，对，就方便，他手不会用到就是油油的、啊，一般我们吃的、啊、不是都会摸到手油油的，这样包就是很勾秀嘛。看看它是什么口味啊？四川麻辣口味，是不会到麻辣啦，就是也是，其实也是花椒的感觉。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叫做盐烧牛咬猪，猪牛混的那种，猪牛哦，是猪跟牛混在一起。其实好吃，它有点蜜汁，对不对？对，就甜甜的，然后又有花椒的那个麻的味道。哎，这个适不适合？这个休闲其实都可以哦。就这样，适不适合？拿出来咬，刚好一条。哎呀，小范，这样刚刚吃了一圈，想说这样李氏的粉丝啊，或者是车友啊，包含我的家人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康的？因为毕竟农历年要到了，那、啊、这些东西，我说实在的啦。好不好吃，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过年的时候来送礼啊，或者说自己跟家人这样共享。来，我们今天要怎么回馈李氏的粉丝？李氏粉丝只要在我们官网上打上他专属的优惠码的话，就会享有九折的优惠。九折？对，然后活动期间是只有到2月28号晚上12点。哦、嗯。对，然后现在还有满2000就抽七张股。对。满2000抽七张。然后目前指定商品的话是89折，所以说如果他买了89折的商品，再输入李氏的九折的话，会再打一次。哦。对。双折。对对对。双折的概念是所有的产品吗？你的九折是所有的产品，对吗？没错。哦，那一切资讯就是在四大者的官网，四大者官网，对，那有 IG 嘛？有，那就大家稍微追踪，然后呢，可以到他们的官网看一下整个产品线有没有喜欢的。如果有喜欢的话呢，记得输入李氏的专属折扣嘛，就可以享有9折优惠。那如果又挑选到本来就有折扣的商品，对，那又可以再打一次9折。希望过年前大家省一点荷包，然后跟亲朋好友开心一下，没问题。今天真的很感谢小范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哎、欸，说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啊认识到这种业配，我觉得很有趣啦，东西确实也是非常的赞。那也很开心，这认识在场认真的工作伙伴，喜欢这些商品，上网看完记得输入我的折扣码，享有9折的优惠。那今天李氏53内容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喜欢李氏频道，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拜。稍微科普一下四大者这个品牌。四大者呢是由小范与一群爱吃辣的朋友呢合力创作的一个行销团队、行销品牌。基本上能在这个网站上上架的产品啊，不只是好吃，有经过严格的把关，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所以赶快手刀起来，到四大者的官网呢输入李氏的折扣码，折扣打起来，过年呢一起分享给你爱的家人朋友。好东西就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各位都是吧。